you are the mysterious superhero, I'll be your faithful chauffeur and companion. Can remember you. Give it to me right now, asshole! Please, step back. Put that down.哟，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时光现场，我是崔俊啊。现在我们最开始玩这款游戏呢，叫做 Life is Strange。我们的有一些非官方的翻译管它叫做奇异人生，人生很奇妙啊。我为什么要做这款非恐怖游戏？那是因为这个游戏的细节细思恐极啊，麻蛋！我跟那个飞田讨论这个游戏里边的一些场景、一些细节以后，我们那已经背脊已经阵阵冰凉，简直就是一个恐怖游戏，好吗？好的，废话不多说，这是一款这个手游大厂 SE 做的一款。讲述故事一样那种交互式的游戏，然后这游戏很多，如果看过《命运石之门》的人，你们可能都会了解这游戏到底就是一个什么意思。你们可能看我这个实况看一期都会知道什么意思了。那么我们的废话还是少说，我们还是从这个背景开始吧。然后我们这个现在可以看到标题画面上的背景呢，它是有远处有一个灯塔，然后左上角有一个太阳，这是一个过风和日丽的天。然后右边有一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是我们故事的舞台的这个主要舞台，是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 Blackwell。然后左边左下角是小镇，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小城市，这个城市叫做 Arcadia Bay。 如果你不是第一次看这个实况，请你相信我，这个游戏绝对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让我们仔细观察游戏中的每一个细节。我做中文的翻译和字幕没有用它的这个 PC 上的汉化版，我这 PS4 的，这是因为我想让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啊来学一学这个美国非常本土化的高中的英文，没有别的意思。那么让我们游戏正式开始吧。好的，现在我们是这样，我是自己打的第一章啊，已经打过了，但是我现在做实况呢，还是以实况的角度给大家录一下这个第一章。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重新开启一个存档，叫做存档二，然后 start new game。 Writing in system storage, please wait。 所以现在我们的存档二现在身边是没有任何的档案的，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选项，它这个字体比较飘，我怕就是大家可能会怎么说，你们可能会想要看英文字幕吧，因为它这个英文字幕虽然挺长的，翻译量挺大，但是我感觉翻译出来的话你也可以学一些英文。好了，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 new game 啊，就这样开始了。请大家一定要仔细的跟我一起品读这个游戏。Life is Strange is a story-based game that features player choice. The consequence of what in-game actions and decisions will impac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hoose wisely. 好的，好的，我们的游戏开始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画风完全不一样了，好吗？在一片暴风雨中，有一个妹子。好的，现在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现场了。有一个妹子带着三个颜色的手镯躺在暴风雨之中。这个妹子呢，毋庸置疑是我们的主角，脸上有麻子。What's happening？ 这个是标准的主角的第一句台词。要是我也会这么说的，就是在一个不懂的地方，我就会说我在哪儿。How did I get here？ And where is here？ 这个女主到底是失忆了呢，还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游戏里面的细节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吗？前面有个灯塔，其实这个灯塔是我们标题画面的灯塔，这块有个路标，上面写 Lighthouse， 往那边走就是灯塔。我们可以看到女主角穿的衣服上面是一只小鹿啊。我们先，为什么是小鹿呢？怎么说呢，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啊，真的就是很多细思恐极的东西，到时候我会给大家讲给你们听的。所以我们现在先不说废话，我们先往这个走着。现在暴风雨之中呢是这样，你用 PC 版玩的话，因为我们鼠标是控制视觉的，所以画面会比较飘。这个游戏其实我们直接用手柄来玩的话，走路会比较稳啊。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巨大的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玩意儿，等一下他会告诉你们是什么东西的。这边有个地图，可是地图并看不了啊，这是这个小镇的地图，请大家记住这个地图啊。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路上也像是树也倒了啊，树是倒的，像是一片狼藉啊，好像刚才有人在这儿开 party 一样。然后这边是唯一能走的路了，通过这里就可以到达这个灯塔了。他说到灯塔就可以安全了，也是
错觉呀。好的，我们的妹子匍匐前进，来到了灯塔。Holy shit! Holy shit! 妈的，刚才电话响了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这其实是龙卷风了，从南一岛。但是其实它一开始没有给你讲，一开始我以为是个巨大的蛋卷飘在天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小镇被卷进去了，一个船。Oh no! Whoa! Oh!That was so surreal. 你看没看见？这个梗已经玩腻了好吗？居然是一场梦。But he could be talking about photography, as he likely was. Okay. 这个时间可能快下课了。Everything's cool. I am okay. 这个笔掉在地上了，每个细节都要在意。From color, 老师还是蛮帅的。Now, 上课小动作。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photographer who perfectly capture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black and white? I didn't fall asleep, and that sure didn't feel like a dream.Bueller? Weird. Diane Arbus. There you go, Victoria. Why Arbus? Because of her images of hopeless faces. You feel like totally haunted by the eyes of those sad mothers and children. 这边有东西可以看，看一下照片。Look at this crap. How can I show this to Mr. Jefferson? 这个 Mr. Jefferson 就是站在他面前的老师，他叫 Mr. Jefferson。然后我想说的是，这个照片的拍摄角度啊，这个是他的背影，这个女主角的背影，但是我们看他比较模糊，墙比较清晰，是为什么呢？这个拍摄手段在摄影学里面叫做 bokeh， 说白了就是那个相机的焦距啊，就是你的光圈，这个相机一定是光圈特别大，所以他只要把焦点定在墙上的话，我们拍那个女主角就比较虚幻，就是这样才能做到。如果你的光圈就是比较小的话，比如说你是一个 f-22 的那样的光圈，就是 f 是除以22，这样的话你这个一般你就是拍这个拍不出这样的效果，所以说这个相机一定特别屌，因为光圈越大，这个镜头的越贵。我废话太多了。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 pencil case， 这是什么呢？笔袋。I can't believe I still have this pencil case. 你看，他都吐槽了，我还以为我靠，多大的人了还用笔袋。I do love my analog camera. 他这个是什么呢？他这是拍立得，我们来给自己拍一张，来个 selfie 就是自拍。Isn't that too easy? Too obvious. 老师会发现我们吗 ？What if Arbus? Shh.这个、I think Max has taken what you kids call selfie, a dumb word for a wonderful photographic tradition. And Max has a gift. He 好像很喜欢我们呀。Of course, as you all know, the photo portrait has been popular since the early 1800s. Your generation was not the first to use images for selfie expression. Sorry. 所以说以前的人们就很喜欢自拍。The point remains, 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信息。其实他在给学生们上课，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课里面得到我们想知道的东西。而且他不是绝对不是胡说八道。Now Max, since you've captured our interest and clearly want to join the conversation, can you please tell us the name of the process that gave birth to the first self-portraits? 我讨厌老师这个样子。啊，左边是你在问我吗？右边是我的确知道。这个左边的太粗鲁了吧 ？But I kind of forgot.你看，说实话都是好妹子。可是这个老师也是有点像我们天朝的老师一样。Louis Daguerre was a French painter who created daguerreotypes. 这个叫做银片。A process that gave portraits a sharp reflective style like a mirror. Now you're totally stuck in the retro zone. 被嘲讽了好吗？我感觉他们俩像是死对头一样。而且每个学生的这个为什么只有我们那个 Max 的桌子这么大呢？有点怪怪的。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的是唯一可以看的是我们的日记。I haven't kept up with my journal as much as I should. 就是我们要一直看我们的日记。可是日记里面写的是什么呢？ What would they think?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它等于是一个游戏的一个记录。现在看我们的日记只有八页，这是第一页，然后到第八页，这个是随着我们的游戏进度，这个日记会增加的。然后关于日记这一部分呢，我会给你们念出来，然后我希望你们也给你们加翻译，希望你们仔细看，因为通过日记你会懂很多很多剧情里的东西，它比较隐晦，但是你们可以选择跳过。所以现在开始。 I got accepted into Blackwell Academy. If words could dance, this would be a rave, even though I've never been to one. But who cares, because I got into Blackwell Academy, a unique and famous private school for seniors, no kids allowed. I didn't think I would be so excited since it's not like I didn't used to live in the same townBut when I saw the text from the Blackwell Scholarship Office, I could literally feel my pulse beat up.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say, sorry, thanks for playing. It took me a few seconds before I read the whole thing. I guess I wanted to enjoy that last moment of blissful ignorance. And when I saw the first word, congratulations, I think I screamed. My mom cried and my dad laughed. They're so weird, but they're happy. And this means extra financial support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pay anything to Blackwell. This means new clothes and if I can work it, a new laptop. Oh.And I have to keep telling myself in caps that I am going to Blackwell Academy. I'm leaving Seattle to go back to Arcadia Bay. 累死我了，你们自己暂停看吧，妈的。
好的，我们这个日记也是看完了。从日记里面我现在了解了几个事情。首先呢，刚才抢答他的那个人啊，他左边那个女生叫做 Victoria Chase， 她是学校的富二代，是个富二代，这个非常有钱的女孩啊，所以她什么样子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你看她那个右边还给她标了个$100呢，给她画了个$100代表她的这个啊德性。然后他们的老师叫做 Jefferson， 这个老师他很看重 Max。然后刚才被他丢的那个纸团人叫做 Kate， 这个女孩她是比较安静，是一个 church girl， 是在教堂里边，经常在教堂里边的一个信教的女孩。但是这个女孩因为太安静还是怎样，总被学校的人欺负，后来会给我们解释的。而且这个女主角她是从 Seattle 西雅图然后移居到现在她上学这个城市的，但是她小时候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所以她有一个发小，而这个发小也是封面上见到那个蓝发妹子了，他们俩是发小啊，这里我还是不揭秘了。好的，目前我们大概要说的就是这么多，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要看啊，我们这个有点剧透了。这是 Blackwell Academy， 这是我们的学校的名字。现在我们的手机里面有四个人，我们要实时的观看我们的手机短信啊。这个 Kate 一看就是好朋友，然后 Mom、Dad， 还有这个 Warren， 这个 Warren 就是我们小说里面我们的二次元作品里面经常看到的，就是在女主角身边晃荡的一个屌丝男之类的。好的，我们现在这个看完了，回到现实中。You can find out all about him.这边有个书包， My little camera bag is battered. 这是他的相机包，他的相机包比我的相机包大一点。And guys, don't forget the deadline to submit a photo in the Everyday Heroes contest. I'll fly out with the winner to San Francisco, where you'll be feted by the art world. 所以只要赢了那个竞赛，他们就可以获得去三番的这个资格。所以他们还要他们拍照片，但是我就觉得自己拍的照片可能不太好看，所以就一直没有去交这个照片。老师说的这个事情，这游戏里面我可能会和这些配角讲话会有冲突，请大家见谅。不讲的话你们也不会懂这个剧情的，我估计，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玩的时候开采出来的。然后我比较良心的一点是我带你们走遍这个教室。首先看这个照片。 That was amazing when Mr. Jefferson took a class picture the first week. Even though I didn't want to be in the picture at all, it was fairly fucking cool to watch him at work framing us. 好的，这是全班的同学，他们这个属于私立学校嘛，这个学校，所以他有他拿到了全额奖学金。然后照片里面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现在可以，大家可以不用记住脸，这个照片我们以后还会看到的，这个也不算是剧透了。I love seeing Mr. Jefferson's awesome photos on these magazine covers. 所以说这个 Jefferson 这个老师他一定是个特别牛逼的人物，学校请来的一个大人物。这边有个打印机。That printer is amazing. I'd love to see how it produces my pictures. I could pump out a whole gallery show with that thing. When I don't suck. 这个女主角话比较多呀，她说话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打败她的内心戏。这边有个电脑。Obviously, Blackwell spent bank on the computers here. 我们可以用这个电脑。Looks like somebody was already working on this.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电脑中的颜色是蓝色调为主，就是它的整个一个就是颜色的那个色调是调在这个蓝色这个区域啊。这个大家心里面有个谱，这个蓝色在游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颜色。这边有一个相机三脚架 ，tripod 三脚架。The ball head even has a pan lock.God, I'm such a photo nerd. 他也很喜欢拍照，所以才来到这个学校。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 photographer 啊，摄影师，女摄影师。Victoria has to have the bestest, newest, most expensive everything. 这个是那个刚才那个 Victoria Chase 这个他的座位，所以他肯定有一些特别了不起的东西。我们看他这个 iPad 上面写什么。I should have known. She'll have better equipment than. 哇，5299块，你就这么放着你好吗？然后人就走了，也不怕丢哈。好吧，我后期会加字幕的。这边是什么 ？Even her school books are gift wrapped. 我靠，富二代就是不一样。What is she? 15 years old? And people laughed. 他们是18岁的这个属于怎么讲？是高中应该算是大学的第一年吧，可以这么讲吧，也可以讲是高中的一个学校啊，反正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学校，就像是职业高中一样，但是是最好的那种，是私立的。这个是我们的 Kate. Hello. Kate looks so sad and quiet today.他好安静，这边有一个纸团儿。Now I wish I wouldn't. 哦，里边还有字儿。We love your porn video. 怎么回事啊 ？Kate 不是教堂的女孩吗？怎么还 porn video 了？喂，怎么回事？给我照一下。Hi Max. 少女，你印堂有点黑。嗯，我希望没有打扰我没有让你尴尬。你看起来今天好安静啊。你看起来今天好安静。You seem quiet today. Just thinking too much. 维多利亚，这个 Victoria 他那个摄影就要赢了啊！ Victoria has already won. Want to grab a cup of tea? 你要不要跟我去喝一杯茶？我们问他一下吧。I hear that. Want to go grab a cup of tea and bitch about life? 不错。Thanks, but not today. 完了。I have to go. 约不到。No worries. 我第一个约的人就失败了。
你看他脖子上面带一个十字架，他是一个教堂的人，然后不跟我们讲话了。然后我们前面可以看到哈，我们这个富二代这个女千金呢，她在和老师卿卿我我，就是他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竞赛嘛，结果这个女孩可能是啊，你懂的啊，什么潜规则之类的。这边我们可以按方块可以照相，先看一眼。This might make a cool shot。所以我们照一下，这个里边照相会拿奖杯的，这个我也照过了，所以是拿到奖杯了。这个 Rachel Amber， 大家记住这个名字，等一下会大量的洗脑你的这个游戏里边。我已经被这个名字洗脑了，做梦都是他了。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这个房间里面的东西。This is definitely where cameras go to heaven。哦，全都是。哇，好多好多相机，就是从古到今相机的展示。What？ 他也很想要。So cool that we can check these out anytime。砸了，去，然后砸了头。By Henri Cartier-Bresson， that's rare。Any leap of it's mad。大家可记住，这游戏是手游大厂做的。Amazing Eugene Smith。可是就说是不一样的，这边还有可以看的。Dolly， of course。好了，他说完了吧 ？Lots of people I haven't heard of yet。I guess that's why I'm here。好，那你不要说了。So cool to see Mr. Jefferson's actual published pictures。Gives me hope。所以说，这个女主角们可以看到，她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Mr. Jefferson 的，就是她的一个粉丝，就像是。啊，你很崇拜这个，比如说崇拜谷歌，然后突然有天谷歌到我们学校给你们讲游戏了，就那种感觉，都要跪着听那种感觉啊。好的，我也很崇拜啊。好的，我们现在可以跟他们讲话了，但是这房间可以再看一看，比如说这个墙上的东西，这是什么 ？Even in pictures， 这个照片 the forest around here always looks mysterious。这个照片可能有点邪乎啊，看到这个谨记于心吧。这个是什么 ？You can never escape。哦，这是我们的灯塔，但是这个颜色有点暗淡。奇了怪了，每个灯塔看起来还不一样。下面是个调色板哈，大概这边垃圾桶不可以打开的，混蛋，我翻什么垃圾桶？这边有个电视，可以打开吗 ？He even has the best plasma HDTV for class monitor。等离子算什么？又地层王道啊！ Can't wait to watch some more documentaries on this 等离子看起来很痛苦的。Here's the poster for the contest. Mr. Jefferson really expects me to enter. 就是说明我们的老师非常看重这个学生，我们这个 Max。虽然她是一个很安静的，大概是一个比较梦想的女孩，而且。这个也是该有的东西都没有那种感觉，没有他这个年龄该有的东西。但是，好的，我们先看看他们，先看看 Victoria。Every time I look at Victoria, I feel like she's talking smack about me. 你够了，然后看看老师。This is ridiculous. I always get so shy and nervous around Mr. Jefferson. 脸都红了，你看，他长了好多青春痘，因为他看了一眼老师，双颊是红色的。你看他墙上的表确实在走，这细节做的太屌爆了。可以跟老师，哎，有个相机，有个 camera， 没事，我们现在应该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的，看一看这个相机。Whoa, Mr. Jefferson is not messing around with that monster. 我们老师的相机这样，就是摄影师他们会讲说相机越大啊，逼格越高，这是公认的，但是不一定代表技术越好。But I still take my little instant camera. 好的。Excuse me, Mr. Jefferson, can I talk to you for a moment? Yes. Excuse you. No, Victoria. Excuse us. I'd never let one of photography's future stars avoid handing in her picture. 他想，那我要不要交这个照片呢？左边是我一定要交吗？右边是我没有时间去照。这个嘛，我们左边可能太 offensive 了，我们选右边吧。I didn't have any time. Way too much. 这个好理由，这个理由太差劲了。You're a better photographer than a liar.Now I know it's a drag to hear some old dude lecture you. But life won't wait for you to play catch up. You're young, the world is yours, blah blah blah, right? But you do have a gift. You have the fever to take images. 老师很看重我们，但是他有点恨铁不成钢。从他的对话里面可以感觉得到。Now, all you need is the courage to share your gift. 还是挺帅的。飞田特别喜欢这样的男人，就是有点胡子，有点肌肉。From the amateur. 这话最后一句话说的特别对。老师不跟我讲话了。可以再看他一眼。This is ridiculous. I always get so shy and nervous around Mr. Jefferson. 老师，再见。这个房间再见。我走了。You didn't tell me how cute I look. 所以他想给我们存档了。I was about to. I'm not paying a lot.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这是一个真正的高中。Hot. Then I might send you a special picture. 然后我们的第一眼映入主眼格的是一个女老师。这个就是讲美国的高中生，普通的高中生，他们是 senior。Splash water on my face and make sure I don't look like a total loser。喂，不管是动画片还是电影，都要洗脸，让自己清醒一下。可是现实中谁会洗脸啊？没事，对皮肤不好吧？简直受不了，那水多脏啊！
就是这个音乐让我入这个坑的，妈蛋！I think that's Courtney. She's such a slave to Taylor and Victoria. There's Taylor, always waiting for Victoria. Ah, the science room. Here's the portal to Warren's brain. These missing persons posters are popping up everywhere. 这个叫做 Rachel Amber, 这个和我们刚才在桌子上面看的刻的字是一个人啊，110磅重，大概90多斤。I shouldn't be so stingy with my blood.这个画可能有点什么寓意吧，他蓝色的头发，然后流了好多血，大家记住这个东西，这个细节。Evan doesn't say much to me, but 这个头发一看就是 gay, 好吗？这头型都是 gay 留的，好吗 ？Evan doesn't say much to me, but 这个 Lisa 有点胖。Texting, but she doesn't hang out with a lot of people. 哦，还是比较闷骚胖。好的，我们现在看这个 locker, 这是我们自己的 locker。可以先不用看它，这个就是这个美国高中一般都是每个人都有一个 locker 的，就每个人都有一个锁的，然后里面放一下自己的东西。我可以先不用看，我怕触发主线。这是什么 ？That's Dana talking to, I think his name is Justin. 他们俩可能是一对儿。这里边的就是只要有人名的人，我们都记一下。She's such an archetypal. 他们俩是住在一起的。They must make them in a factory. 这边有一个蹲下来的妹子。Stella is always deep in her notes. 我们看她写的是什么 ？She didn't come to Blackwell to mess around.我不知道他画的是什么，但是可能画了一个萝卜吧，那是画了个萝卜啊。这边有个 poster bully。Yes, this poster must. 这个 bully 是校园霸凌啊，这个学校可能霸凌事件比较严重。你看我们刚才上课的时候，那一个纸团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个哎，这边有一个红腿妹子，这腿可能是打底裤之类的吧。这个妹子好像是华人。Hello. I've seen Brooke hanging out with Warren.She seems like his type. 就说他们是个 nerd 的，这女孩是个那什么，这女孩是个女学霸，我估计。这边是在干什么？壁咚吗？喂。I hate bully jockstraps. 好吧，这是 bully, 这是霸凌，这看起来像壁咚一样啊！你们看。哦，我的天，他好享受的样子，怎么回事？这边有个人看的还很享受，我脸都红了，好吗？简直啊！好吧，底上有一张纸。哦，这门上又是一个，我跟你们说了，这个 Rachel Amber 会洗脑的，你知道吗？到处都是他的海报。这边是什么？哦 ，Halloween 快到了。神秘的故事的舞台是在10月。刚才过去那个女的好像助手，看她的背影。好的，这个游戏和《冰与火之门》有点很相似的地方，大家会懂。We should just call it a sugar machine. 吐槽的好。That would be awesome if you put. 这边如果没有那个健怡可乐的话，大家少喝。得糖尿病的话，那真的。不是只有胖子才会得糖尿病的，我认识很多瘦的女生，她们就是有糖尿病很痛苦。Don't need a PC, missed the poetry jam tryouts, and I did not steal that backpack. 一个丢包的，一个卖电脑的，我也是醉了。That's so messed up. I should contact them to find out what I can do. As if I am. 所以他们这个城市叫做 Arcadia Bay 啊，这个 Arcadia Bay 这个名称呢。这个飞田呢，他也是跟我讲的，让我一句让我背脊冰凉的话，我给你们贴到这个下边，你们看一下。I wonder what actually happened to her. 这个真的是无处不在呀，好吗？这还有个新的，这个学校里面贴满的东西和美国的真实高中很像，就是有好多哦。这边有个胖胖的那个，这是女老师 Miss Grant， 长得也好大个。哦，她是教什么？我还以为她是教社会的，好吗？不像理科的身材呀。She's so pretty. 哦，我的天啊！这边是什么 office？ Principal doesn't come out. 对，这个是教职工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个应该是学校的大门啊。我们现在应该不离开的，应该有什么事情要做。这边有个 poster， Yay, Halloween 的 poster， my favorite time of year。上面有一个，这叫什么？这是学校的这个 spirit 啊 banner。The Bigfoot stomp。每个学校呢，在美国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他们都把自己学校就是命名成一种，动物也好啊，反正就是经常找动物来做一个学校的象征。他们的学校是 Bigfoot， 也是他们学校的象征，所以搞什么球赛都可以刷 Bigfoot。这是什么 ？He's cute. I like skater boys. 所以说这人挺二逼的是吗？ Like、me. 滑滑板都挺二逼。对不起，挺酷的。这俩人在干什么？老师，这个人呢？你看，这个一看就是心机大叔，好吗？就在这偷偷一直在这打扫，看你好半天了，其实在偷瞄着他们。然后这个老师也是视而不见。
都在用目光的余光瞄着他，而且这个海报真是无处不在啊，好吧。我们看看他们俩在干什么。Hello? Figures Juliet would be dating Zachary. Jock, 对，他们俩是一对。In the vortex. There's Juliet 和这个 Zachary 他们俩是一对。Get another Vortex Club disciple. 这个 Vortex Club 就是可以理解为这个富二代集团啊，学校里面的一个小社团，但里面全都是富二代。There's Hayden, another Vortex Club bro.这个社团里面人好多呀，这个其实是精英的一个社团，但是这个精英怎么理解呢？有点像是 F4 那种感觉。喂，怎么全是他？ Oh, I can hardly wait to never be too cool, like、这个是 Nathan and Victoria. 他的海报，这个他你看这个人名，这个 Nathan， 这个 Nathan 就是这里边的这个学校的这个他的 Nathan Prescott， 这个 Prescott 是整个这个小镇里面最有钱的一个酒老的一个世家，然后这一家给这个学校捐了不少钱，所以你们也懂，这个学校可能就是。啊，属于他的那种感觉。这里面有好多海报要看。这个是加入象国际象棋俱乐部啊，然后这边也是这个他的海报。音乐真的很好听，这游戏的音乐把我给秒杀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女厕所，我们等一会儿再进。女厕所呢有两种叫法，一般可以管叫 bathroom， 这个比较文雅，也可以叫它 restroom 啊，休息室。我看到那个汉化组翻译成。啊，女更衣室，我想说你怎么不翻译成女宾呢？那样更好听，对不对？好了，这边这个 Rachel Amber 无处不在，好吗 ？I wonder what actually happened to her.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 trophy 奖杯。Blackwell sure takes it swimming seriously. 哦，他们学校游泳队员叫做水獭啊。原来说他们学校的游泳肯定特别厉害，这边都是学校获得的奖杯。Look at these trophies. 这是什么？这也是个奖杯。我发现我用实况的时候，游戏玩的特别慢。You can really learn a lot about 你看真的出现了一个海狮右下角。Sad, lonely, depressed, come trees with our peers. Bible study, Sundays at noon. 这一定是 Kate 写的，你信不信？所以我们感觉到学校里大概就是这些人了，加上这个扫地的。这男的我跟你们讲，路人，你们要盯着点这个路人。一般这个游戏里边我跟你们讲，你们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不起眼的人，第二个是蓝色，注意这两个就对了。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两个东西，只要出现这两个东西的地方一定有鬼。好的，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画了一个 Halloween 的南瓜啊，南瓜脸，但是没有什么对话，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去看我们的 locker 了，看里边有什么好东西。你看每一次的路人长得都不一样，你看我怀疑他们俩是不是在用短信来交流啊，两个指尖上的闪光石。 I hate having everybody see inside my locker. 呵呵呵，I love that picture of mom and dad. 一家三口的照片。Hello, Jack. Kiss, kiss. Andy, you look totally fabulous as usual. 底下的照片是谁呢？我们看完自己的 locker 了，可以走了。所以现在我们去厕所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学校无处不在都在说 stop bullying， 就是不要再凌霸霸凌了。这学校的霸凌肯定很严重。然后我们可以进这个洗手间了，不要进背后的洗手间，进去就闹事了。这是女洗手间。好的，洗个脸，冷静一下。Nobody can see my meltdown. 完了，音乐停止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感觉到这个洗手间画风完全不一样了，好吗？当时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感觉我进入了异世界，我感觉有什么不可怕的事情要发生了。这边有一个 graffiti， 这个叫做涂鸦。Now who would bother to write that? Rachel Amber is a bitch.就是那个失踪的女孩，但是有很多人仇视她吧，应该，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大家可以看到，我密集恐惧症，不要进这种地方，好可怕的样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镜子里面有我们，这边有个 poster， 一个海报。The last time I got a flu shot, I got the flu. 大家没有一样的经历啊？中枪的举手。这个我们先不要用，这个是我们要触发剧情的。这边有一个这个是你投币就可以买一个姨妈巾。I'm good to flow, thanks. 就是现在还没有。姨妈还没有到的意思，这是什么 ？This poster must drive people to have sex. Kate works for God. 这个一个是 Rachel Amber 那个失踪的女孩，还有一个 Kate， 他们俩好像一直都被点名啊，都是被那个怎么说被嘲讽的对象。然后我跟你们讲 ，I hate Victoria Chase， 就是说这个女富二代她也是拉仇恨的。你们看这个图案，大家一定要谨记在心。这个图案飞天给我讲的，这把我吓尿了好吗？这图案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现在没有对话，但是这个图案。有什么意思呢？好像中间有一个眼睛，好像我们在被什么人看着一样。而且我们看左上角那个灰蒙蒙的那个污渍，是不是也像一个眼睛啊？好的，先不要管这个眼睛了，
可以看看这个地方有一个 fire bell， 这个是火警。I remember when somebody punked the alarm last month. At least 没事，不要找抽啊。For that quiz. 这个洗手间我想吐槽，太脏了，真的太脏了。以我在美国这个六年的经验，这个七年的经验太脏了。这个身边有一个。I feel like the universe is taunting me everywhere I go today. It all started with that bizarro dream in class. Am I going crazy? 好想玩这个呀！一定特别逗，然后来个自拍，拍照发微博是吗？这个可以用啊。好的，我们洗脸了。你看，也不先洗洗手就洗脸，这样会怪不得你长那么多痘。大家不要效仿。Just relax. Stop torturing yourself. You have a gift.这是他老师跟他讲的话，他念念不忘，心中想着老师。Fuck it！ 什么？喂！怎么这么不爱护环境呢？随地乱……哎，一只蓝色的蝴蝶。When a door closes, a window open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这个自带 BGM 的蝴蝶，我也是醉了。Okay, girl, you don't get a photo op like this every day. 这飞进洗手间厕所的蝴蝶是怎么回事？这边有个 butterfly。哦，可以，等一下，可以拍照。偷偷的拍一张，然后我这么一拍把他给拍走了。可是我们永远都看不到他拍过的照片，好吗？哦，怎么回事？进来个男的？不是吧？是我进错门了吧？不对啊 ！It's cool, Nathan. Don't stress. You're okay, bro. Just count to three. 他怎么了？You own this school. If I wanted, I could blow it up. You're the boss. 心事吗？大概是这样吧。So what do you want? I hope you check the perimeter, as my step ass would say. 这个。Now, let's talk business. 哎，别过来，别过来。Wrong. You got hella cash. That's my family. 这个美丽的妹子是怎么回事 ？Oh boo hoo! Poor little rich kid. I know you've been pumping drugs and shit to kids around here. I bet your respectable family would help me out if I went to them. Man, I can see the headlines now.Leave them out of this, bitch! I can tell everybody Nathan Prescott is a punk ass who begs like a little girl and talks to himself. You don't know who the fuck I am. What the? Or who you're messing around with? 上不知英，下知是。What are you doing? Come on, put that thing down. 消音器的不装。Tell me what to do. 壁咚了呀。I'm so sick of people trying to control me. You are going to get in hella more trouble for this than drugs. Nobody would ever even miss your punk ass, would they? Get that gun away from me, psycho! No. What?神作了呀！我去，真开枪啊！可是这个画面怎么了呢？哎哎 ，Whoa，What the fuck？ 哎，那么第一批呢也到此为止结束了。不知道你是否喜欢这个系列，因为不想破坏气氛，所以我一直没有做 OP。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不忘了点一下硬币，点一下收藏，点一下赞吧。那么我们下一批再见喽，拜拜。